好，报告委员会，我们已逐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9日星期四中午12时至12时13分，地点群贤楼802会议室。出席委员蔡委员、裴慧等17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日程。本次院会议事日程未审定，依民进党党团蔡委员、裴慧提议通过，将会议议程草案送院会处理。二、请愿案件一：依请愿法第四条规定者，三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二、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者，33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7日星期二、11日星期五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录。二至八，委员林俊宪等拟具《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公务员惩戒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长期照顾服务法》《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九至一二，委员张廖万坚等拟具人民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核子损害赔偿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文化艺术奖助条例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医师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三，委员徐志荣等拟具矿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四，委员段宜康等拟具洗钱防治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五至一六，委员萧美琴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七至一八，委员蔡宜宇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渔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九，委员江乃馨等拟具公益食物银行法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零，委员马文君等拟具替代役实施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一至二二，委员王玉明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助产人员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三至二四，委员蔡世应等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二案均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二五，委员赵正宇等拟具土地征收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六，委员洪宗玉等拟具消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七至二八，委员林立禅等拟具社会救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九，亲民党党团拟具法官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零，委员李彦秀等拟具医疗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一，委员姚文智、三二委员李立芬等分别拟具住宅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三，委员王荣章等拟具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四，委员徐国勇等拟具商标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五至三八，委员江乃馨等拟具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私立学校法均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三九至四一，委员林德福等拟具劳工退休金条例劳资争议处理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四二，委员吴志扬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四三至四四，时代力量党团拟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证券交易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四五，亲民党党团拟具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四六，委员赖瑞荣拟撤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四七，时代力量党团拟撤回国家公园登山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拟同意撤回。四八至五零，行政院函请审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社会救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农会法、渔会法、森林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水土保持法均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农业金融法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五一至九一，公平交易委员会、国防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经济部、卫生福利部、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文化部侨务委员会、劳动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内政部行政院、国立故宫博物院、财政部科技部、司法院、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交通部大行政院道路委员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九二，劳动部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九三，审计部函送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半年结算报告交财政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处理。九四至九八，外交及国防经济等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预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查照案。九九至一零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一零一，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第一阵列一至二，委员黄国树等拟具体育团体法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三，委员吴思瑶等拟具社区大学发展条例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四至六，行政院函请审议消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证券交易罪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军人及其家属优待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政略七至十，资通安全管理法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刑事诉讼法、立法院议事规则拟废止立法院点名表决办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议事处征列一一，人事处函为本院民主进步党全国不分区立法委员徐国勇，自2015年10月1日起持续立法委员职务，请查照案。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咨询。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没有委员登记发言啊。我们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质询事项，还有对行政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通过。请问有临时动议？没有的话，今天会议到此散会。